那讲年轻人睡眠也好嘛，一觉睡到天亮的，据研究不到十分之一。所以你看，睡眠就是一个奢侈品。那咱们在座四位里头，我是一觉到天亮，但是我全是梦。对对呀，对、啊。对啊、那这种也不，呃、也那这是有质量的睡眠吗？呃、因为你的，因为你的这个梦就带着一种创造性的这个部分，这样这样好了一些。如果你的梦就变成了、就是，就是就是，比方说你白天在这儿，你这为你晚上我在这边，然后这样的梦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如果你是以自我安慰性的梦为主，那么这种梦会构成一种干扰，就就导致就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很差。哎，吴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就是干这个的，你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你你的睡眠好吗我？我睡眠一般，我是这样就是其,其实我跟小南看起来很像，我是倒头就睡，什么环境下都能睡着，嗯、但是而且可以睡很长时间，但是我睡眠质量不好，我也是。 就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记得至少四五个梦，而且清晰无比。呃，这叫睡眠质量不好吗？因为记得梦。哎，因为我们俩沟通也发现，其实我们都有个问题，就是你看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也是，一觉睡到天亮，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他们醒来之后精力充沛，就好像他们整个被清理了一遍。 所以你看，这时候不一样，是不是？我俩我俩刚才总结，我们俩是属于一觉，比如说睡了特长时间，起来还得补一觉。就是你们觉得特别累看起来也睡眠具有睡眠能力，<laughs> 对对对但是你们的睡眠能力很费睡眠。就是我们这对对对，就是哦，哎<对>、呃，这种一觉睡到天亮的，现在科学也有个解释，那个解释我觉得特别的棒。嗯就是、是什么解释？哎、呃。 所有思维过度的人都要警惕一件事儿，你会不会老的时候得老年痴呆症？是不是？哦哦就是老年，虽然现在据说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研究叫伽马这个淀粉呃蛋白，就是这个和这个有关。现在据说这个最初的研究是骗人的。对对对对，嗯、对对对，但但但先不管它这个，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挺复杂的说法，新说的一个部分。嗯。但是我们就讲，就是有一个研究，如果当你睡着之后，你的思维还是活跃的，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你自己体验上，你知道自己没进入深度睡眠，你觉得自己没睡好、没睡够，因此你的血液流动就是还是比较高、比较高的。最后你的脑脊液就生不出来。你的当你思维全近乎全然停了，你的血液流动就是，呃，我因为这个我记得不是很准，不能保证是不是全然停了。当你的思维在极大程度上停了之后，这个脊髓里的脑脊液就出来了，然后它就在你大脑里流一遍，最后就把那个伽马。 那个伽马，伽对,对，应该就是那个。北人。贝<方>塔，吧。贝塔，贝塔，我说错了。伽马和贝塔，伽马贝塔这个冲走了就、这个，就把这个就把、是、这个贝塔蛋白，就是这这是贝塔淀粉蛋蛋白，就是把它给清清走了，就相当于把你脑袋里的一个垃圾给清走了。哦，所以你看，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在晚上睡着了，你貌似睡着了，但是你这个还在做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你没有更深的进入到潜意识之中。 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活跃，你大脑休息不了，然后这个脑脊液是就是不能够升上来，不能把这个就是垃圾给就是<嘛>呃呃贝塔就是贝塔那个淀粉样蛋白给清洗一遍，结果你逐渐的这个这个蛋白不断在累积，然后最后就导致你的大脑功能受损。哦，那听起来就是说一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就对对对对。那像他这样的连睡眠质时间都不能保证的人呢？哎，我我还跟你说。 就是你，比如说我爱出汗吧，嗯，出汗呢，一个是因为热，对吧？很多时候爱出汗的人是应激反应，嗯，应激反应是我们从动物里来的，嗯，就是让你身体凉下来，就是他他对会会会出汗，你自我调节机制嘛。你看啊，我是个老失眠了，对。但是呢，刚才吴老师还关心我说你睡着了吗？我的回答是我睡眠还是不好，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解决了。 我跟你说，怎么我我我我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咱还是说啊，首先这个你看，呃，马斯洛有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他说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啊，每个人都是一位心理学家。嗯，那么他说，当然了，这个这个光谱上最严重的一端，那个心理的技术。 你是需要找专家，比如说像吴老师他们这样专门的医生，呃，或者说是睡眠科的大夫去治疗。他说，但是在这个光谱上，很大部分的人群，如果有的时候我我们朋友之间能够懂得一些心理学，嗯、那么你可能无意之中就救了一个人，嗯，你可能无意之中就解决了人的好多呃心理问题，使他。 其实我们社会彼此的这种有一定心理技术常识的互相关怀和交流，嗯，太少了、嗯。呃，这就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睡眠能力是靠你自我疗愈完成的？呃，对，你还真是。就比如说啊，我治好我的这个，也也也也现在也没治好。呃，而且我呃研究了很多关于睡眠的这个书，我就提出一点啊，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我不敢说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啊。 很多的人，你要注意人的一个应激反应，这个跟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关系。应激反应呢，是我们在原始人的时候啊，树叶一阵飘动，马上就得激警，这个各种这个肾上腺素啊就得分泌，嗯，分泌之后没有战或逃，但是呢，它经常是假警报，嗯，就是过度反应，草木皆兵。可是呢，在那个原始社会的时候，对于一个剑齿虎的威胁。 嗯，对，咱们宁愿过度反应，没错、哦，没错，对吧？哦、所以他就给你装上了一个反应机制、啊咱们宁愿。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老是觉得特别容易这个这个有有反应，或者同事说了一句什么话，马上你的内分泌就开始呃变变化了，因为因为，但是它不是老虎。 嗯，进入现代社会了，很多都是纸老虎，他没有生死危险，没有生死危险，没有实体性的。可是你这个身体是从古代来的，哦、是从你的整个这个反应系统，种致命反应对还是有的，所以应激反应。因此呢，你按照这个来讲，就很多就这些失眠科大夫讲啊，嗯，你临睡前手机看的很多消息。 对吧？遥远世界里的战争，呃，同事之间的矛盾，呃，老板今天这句话是不是要裁员？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无异于引起你的这个应激反应。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睡得好？觉呢？他说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事情是认知，所以改变你这个问题也要改变认知，改变你对睡眠的。 认知，嗯、比方文涛老师就是把本来应该用来睡眠的时间去看那些关于睡眠的书 <laughs>、哎。我还真的是，我跟你讲，就是我我觉得有一句陶渊明的诗救了我，或者至少它是药方之一，就叫呃慎念伤五声啊。嗯，这个正以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何复都多虑？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分的思虑啊，呃，就是伤害我们的生命。你整天你过分的考虑你们的这些问题，对吧？正以委运去，就随他去吧，对吧？这你控制不了很多事情，对,对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说白了就是你连死都不怕，你还怕睡觉吗？就是应尽便须尽，早晚我们都会死的。你想考虑那么多？ 呃，就呃，那我当然我还是怕死的，对吧？但是呢，我可以不怕失眠，明白吗？就是失眠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弟就说那个睡不着，你就不怕了，不怕就睡不着嘛，扔床上呵，睡不着就起来。 我就不信你能三天不睡觉，你知道我我还真的这不是我给大家五迷三道，这是这个这个睡眠的很专业的这个书籍上讲的。我们对于失眠很多理解，啊，你六哥，你看我做不是我我这是我这笔记做的是厉害，用来用来睡眠的时间都用来看睡眠的书、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啊！我不是我是为了怕大家说我蒙人，我这是都是呃专业的很多睡眠的调查，你对失眠的很多认知啊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没有人死于失眠。嗯，有些人说失眠会致死，但是目前科学上没有一致意见表明失眠引发严重的、直接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病。对对对,对。但是失眠者常将白天的表现归咎于睡眠。嗯。就觉得哎呀，我昨天没睡好，今天这节目肯定做不好了。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失眠了，我以为我的状态不好，实际上有时候睡好了。 主持的状态也不一定好，嗯，这是个偶然性，呃，但我知道有一个它没有正相关，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肯定影响我的主持状态是什么？吃安眠药，哦，如果如果用了安眠药，你的主持状态对，如果用了我我比如说我昨天吃了安眠药，对吧？日常生活不工作，我察觉不到智力的变化，嗯、但是在咱们这种场合，我就感觉啊脑子锁住了，嗯，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啊，不敢随便诋毁安眠药。我我得问，安眠药真的损伤？ 第二天的智商表现吗？因为是这样，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也不怎么研究药物，就所以我的药物了解就也不多。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一个朋友，我研究药物，对对，我我 <laughs> 我一个朋友，他用安眠药就是用的比较多。因为我在跟人聊的时候，当注意力特别集中，我也说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后来他跟我讲，他用我用了安眠药之后那种感觉，我感觉他的梦被切成了碎片。就比方说梦本来是连续的，他的梦就被切断了。Oh.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当时我。 通过我这个朋友的这个事情，我说你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安眠药起了一个重要的部分，阻断，阻断你的思维的活跃。啊哦、我原来上那个这个在香港的时候，不是那会儿坐早班车嘛？对。呃，需要早上四开始是说需要早上四点半还是五点吧？反正就是就开始工作，因为我们是七点钟直播，呃，而且是直播，而且当时就是说因为没有稿子嘛，那么你就需要完全自己说。 我记得我我也因为我原来是不失眠的，后来就是一你,你就紧张嘛，你就觉得说哇，那你这个事儿大于 <laughs> 你要你要你的这个睡眠的这种困意了。后来我是怎么自己给过去了呢？我就试了几次，就跟你刚才说的很像，就是我就是有一天基本基本上就没睡着，然后我就去了，<laughs> 去了发现诶、哎，好像也还行，因为你在直播的状态里那种肾上腺素一分泌哈，你就很兴奋起来。 呃，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是去念稿子，我有可能就会极其困倦，因为我就是感觉没有深度的去受到那个刺激，哎、你会感到困倦。嗯、对，但并不一定不能正常工作。对，然后尤其我那我直播又又没有稿子的时候，我必须要就是大呃就是真正的动脑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兴奋起来，有那么两三次以后，呃就是这个心理障碍克服了，我觉得说哎不睡似乎也没没有很大的区别，反而能睡着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我们的思维。 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呃，就错误的认知，包括刚才文涛讲的，我们以为自己得有完美的状态才能完美的工作啊，就我们都要怎么去准备，对，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你看，就是失眠，并没不是罪大恶极的事儿、嗯，对了，对了，嗯、就是因为你第二天就是。 就那一下的工作状态，可能并不需要就是九十九分的工作那个心理准备状态，嗯、你可能六十分就够了。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你此刻的那个状态，就是比方说你的你的意识，你感觉自己意识有点涣散，有点不够集中，也没没睡好，影响了这个。但是你有无限的潜意识。 而潜意识是有过去的人生的累积，你在你的专业工作上，oh. 所以你的梦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虽然我们讲半开玩笑说、oh. 原来这个湖州都可以，但实际上这个湖州就说，因为它建立在你过去，你你无视了过去的，你不是有你就是前，比方说昨晚那十二个小时所决定的，oh. 它是由你过去十二年就是甚至更久所决定的，oh. 就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脑袋没那么焦虑，当你能够放就是放松下来。 和你身体链接，和潜意识链接，嗯、你放松，嗯、然后你发现你有很多东西这样涌现出来。嗯、结果那个时候你发现你这个状态，就是、比方说昨晚没睡好，哎，看稿不行，记不住，这就是思维意识跟不上了。但是你内在藏着很多东西，所以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你就可以。那听起来就是叫接纳和共处就行了，哎、是吧？你甭管失眠也好，哎、还是各种毛病也好。但是这个接纳和共处呢，你要靠呃真正的事实。 这个就是，比<对>就比如说哈，嗯、我们呃很多苦恼啊，都是发生在认知，你对这件事想错了，所以你你你想错了也做错了，所以你才烦恼和痛苦。比方说这个从睡眠这个例子上来讲，就是我看的真的是千百个西方的关于睡眠的这种呃调查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可以把这本书哎，您看我看您您这第六条写的是什么？第六条。 我怎么知道事情一定会这样发展？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严重？嗯，曾经调查过一百二十二个呃失眠者，然后呢，这个让他们评估，就接上脑电波这些仪器，让他们评估，发现这一百二十二人啊，他们平均估计自己的就是失眠者，他们估计自己入睡时间呢、啊，比他们实际的入睡时间平均长半个小时，就是说，哦、实际上您呢、啊、是半个钟头就睡着了。 但是呢，第二天填问卷，您总是说、哦、我一个小时，我们一个小时才睡着。嗯、然后呢，总睡眠时间，整晚上的总睡眠时间，低估了一个小时。这一百二十二个失眠者，就是说，你以为你没睡着，其实您睡得正香呢。但是呢，您不知道您睡了这么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认知。所以他们就讲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个魔术师还是个什么人。这哥们儿呢，连续十一天就不睡觉，连续十一天就没有睡觉，说中间没有出现幻觉，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连续睡了十五个小时，也就恢复正常了。呃，然后说这件事儿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不用补回来，不用。哎，你真聪明，就是说没有补，就是说你觉得你两天没睡觉是吧？我得报复性的，我得补回来，不必有这个焦虑。 第二个，如果您认为自己连续几个星期没睡过觉，那要不你就是有消极睡眠认知，要不您就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嗯、就像说你昨天，你说你昨天晚上没做梦，实际你做了，对你不记得。但但是里面存在一个情形，嗯、像这种情形仍然是非常严重。 是吧？他比方说，他认知上，就算他重新做了个调整，其实他也睡过一些时间。对，但这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嗯，就是他还是需要改善。其实，当文涛你讲就是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我讲的故事会不会对你有一定的这个部分就伤害。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治疗故事。 哎，没有，我把你，我把你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对对对，就是那个千里投毒啊，不是千里投毒，他他千里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寻找我这个病人。<laughs> 不，我我我我这也是治疗。<laughs> 你看，就是这是谁呢？这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啊，俾斯麦，俾斯麦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睡不着，就是结果就是有一个江湖医生把他治好了。为什么叫他江湖医生呢？因为当时也是这个学院派不怎么认可他，就是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就是，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 这个人怎么办的呢？就是，这是很符合后来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就是关于睡眠的这些理论。就是这个人就，他就他这样来治疗俾斯麦。当俾斯麦比方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就穿身一身制服，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他就坐在那个俾斯麦的床前，哎，不说话，也、哎、不会他聊天，反正就守着俾斯麦睡觉。哎，俾斯麦睡着了，他就离开了。但是等第二天俾斯麦要起床的时候，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俾斯麦的床边，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等俾斯麦一醒，就发现，哎，这是昨昨晚上这个我睡觉之前见到这个人，今早上醒来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啊，连续几个晚上，就俾斯麦就能睡着了。那后来那人走了吗？万、呃这个、一个那人走了之后、哎这，这事还没结束。但是我得做一个解释，就是其实，呃，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心理咨询方面的睡眠理论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安全感，嗯、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比方说像那个文文涛，当你讲的时候，我就在猜，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可能连在一起。你怎么老觉得我有攻击性呢？因为你讲你的梦，<是>就前面讲的那个被追杀，<对>或者开枪什么，招招我觉得我很怂啊！呵呵我觉得真的，我净被人攻击。我跟你说、啊。呃，你流露出来全是你相反的那一面。对你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laughs>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或或者我，我、哦、相反。这是你的理论呢。没没，我们发把攻击性再先放放。<吗>你可能前面一个部分，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你看，就是呃，他我们睡觉的时候得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是不是？对。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你就没法睡着。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脑袋松不下来？比方比斯麦他脑袋松不下来呢？就是或者为什么这个后来这个人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就是出现在他床边这样稳定了，接了几天，他就睡着了。因为当我们脑袋不能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脑袋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哦，oh. 我们的脑袋它保护你看，我们其实都有一对矛盾，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外部世界不安全，就是这个不安全有多重含义。我们的脑袋就作为一个不能停止的一个部分，在这儿不断的转。对比比斯麦来讲，铁血首相，他要操心的事多多多呀，是吧？所以他可能觉得所有事都得靠他，也的确是那个时候德国都是靠他靠他掌舵，他要一松懈，他觉得国家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当那个人稳定在他身边，就对他说：“你就睡吧，你睡着，有我保护着你呢。哎”连续几个晚上，当他这个稳定的知道，哎、呃，这个人就是，其实是给他一种感觉。结果他就睡着了。当然，这个故事没有到此为止。你刚才那个问题特别对，这个人后来呢？这个人后来娶了俾斯麦的女儿。 哦，对对对对，有目的的是吗？就就他他不是有目的，他本来他就是来做治疗的，结果后来他成为俾斯麦的参谋，嗯、后来又又娶了，因为俾斯麦的的女儿也多半会失眠呢。俾斯,斯麦离不开他了啊，就相当于这样子嘛。哦，就用自己就这个女儿不能跟女儿睡，得跟这个、嗯、比斯麦睡。<laughs> <laughs> <laughs> 反正就是得站在那前面，这也挺吓人的。有一些人，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接触过的一些总想做事儿的人，嗯，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勤奋呐、啊？什么这些都有，但一定有一条，就是他总是能量场超值，而且他就是，因为我我我就从我自己身是吗？对，哦，哎，可以做这么个推理。<诶>我问个题外话，呃，当然我这个时候得得这样来讲，就是心理咨询有这么一个假设，包括刚才那个文涛你讲的一个很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我哪怕是作为专家，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甚至证明我这个猜还挺。 经常还挺准的，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就是当事人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对呀、啊。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这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就是这个自自由联想，其实就是，哎，什么是自由联想？你你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对。那么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梦境，你梦见一条蛇，那么这个蛇先就是你去呃，就是感知它，就是观察它，变得栩栩如生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那么这条蛇。 他让你想到什么，又让你想到什么，这叫自由联想。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每个人联想的可能都代指不同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吧？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答案是对的。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就是科学路线通过物理性的手段，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能够侦测说，哎，这事儿、就是，这是这是答案。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观世界，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去研究梦，就研究梦境，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就存在这个问题，你找不到那个就是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就说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了这个部分，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假设，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都这么认为，就是我们自己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你可能就是有十个答案，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你说啪一下，你感觉。 这个东西比这个心里的结、就是、对对就是就是说，嗯、呃，他是否是个标准答案，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告诉他说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嗯嗯、这些都不重要，对对，对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发现自己对你自己知道，然后你自己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你自己知道，你你分明知道你哪一个点触发了你某一个东西，<对>这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呃呃，就这个就是至少是一个找到答案的过程，是吧？找到答案带有一定的疗愈性，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嗯啊 这个最近呢，我又看这个呃马斯洛，咱们这大学的时候就在说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什么这个最低的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然后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哈。我觉得我们没有很认真的看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马斯洛他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百分之九十的心理学，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恐惧、愤怒、失控？然后呢，包括就说百分之九十的这个睡眠研究就研究你怎么睡不着，你在讲想什么事儿？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精力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哎<对>，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心态正常的人？哎、呃，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人性当中的慈悲、友爱、亲情？ 啊，父爱母爱，我为什么不研？甚至他说，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生活当中的好像是呃失失败者，哎呀，这个挫折者？他说，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啊，正面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心理学的启发。就是说，那好的是什么？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然后咱们对症下药。那好的能够睡得那一沾枕头就着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可能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感染。跟我交朋友吗？这个这个未必，这个未必，对吗？就是你和这样的相处，可能你睡得更糟糕。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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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秽，是吗？不不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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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对。理对。对。的痛苦。因为这样的人他自己活得很痛快。对。你可能和他在一起，他他的攻击性爆棚，是吧？就是他，你经常要这算事对。吗？是吗？对，别对。么想了。对。你别你别说六哥。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儿，我的体会啊，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嗯，我喜欢，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有些时候一说，哎，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就老老老爱说，还是山东口音哈。嗨，多大个事儿他，我一听他说嗨，多大个事儿，我顿时就觉得好像确实。样反观，我会人生中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我想到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义无反顾。 但那个后来我才发现，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就是我在那当下，可能我睡了一场特别好的觉，嗯，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然后我的人生感受和决定都不一样了，我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值不一样了。但可能就在下一天，同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事儿，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觉没有睡，我可能睡得很累，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我就没喝上，我的那种畏难的情绪。 就很强，甚至我同样的事情，<coughs> 我的认知不一样，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不是足够难？或者别人在这里面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或者说，甚至一个人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让我觉得很很很烦人？我 <laughs>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后来我就发现，说人是一架机器，它它不是稳定的，它是受就是你的大脑运作和生理的这些要素，然后决定了你的想法和认知。这个想法和认知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后来有一次我看那个小，是很早以前吧，有一个中医，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特别累，他说你应该感谢，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你就是因为能睡，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他说你，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比如企业家，呃，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他说他们。 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机制。比如说，他很短，就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他真的不想睡了。起来以后，他就跃跃欲试，他就有一种要攻克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哎、这种欲望是生理机制造成的。对，然后剩下再配合他其他的能力啊什么的。所以，所以呢，就是所。哎，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把欲望全部发泄在梦里头，<laughs> 就像你一样，他你总老在梦里头打枪，嗯，那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呃，没人、嗯、梦里的子弹太慢了，<laughs> <laughs> <laughs> 所以我就我就问吴老师，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有的人是在现实世界中他能 <coughs> 精神饱满，有的人就在睡睡梦中他，就就这个时候跌宕起伏。哎、就就刚才你看我的解释，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这两个原因。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睡想睡好，脑袋得松下来，就是得有安全感。安全感就是你知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外部是有人保护着你，而最初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哪儿呢？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他能够安、啊、安全的在你身，他能够充满力量的呵护着你在你身边。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oh. 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其实这是你内内化的一个保护者在你内心中，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 然后就是这些睡眠极好的人，通常跟这个关系很大。我再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攻击性我们存在，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就是就是讲原始的攻击性变成了带有生命，呃，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我们担心一，比方我一打你，然后立马就被报复，就会被伤害。但是攻击性照弗洛伊德的说。